想你的时候，想起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突然心动，又陷入了偶像剧里面的生活。你要继续保佑我跟我姐哦。该不会怎么办吧？神锁，我漏水了，我爹被电死了。谁呀？那么没品。我好冷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听得见还是你看得见？我觉得姐，封印破了吗？师兄不是来帮我巩固封印吗？我不小心烧到你的一小角，你就当有事没事在 Podcast 念鬼话连篇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什么鬼？救我！人家僵持哎，法律系鼎鼎有名的冰块哥，怎么回事？你突然这么吓我干嘛？你才是鬼吧？救我！你说碰到你室友，声音就瞬间消失，也变温暖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吗？幻觉或环境会产生精神出幻、出认知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以为见鬼，不过是你胆小。你们一个人类学一个学法律的，大家有人同一宿舍，就不要杠成这样吗？是他杠，又不是我杠。一方的幼稚，让成熟者无力。只会耍嘴皮子。输的是小狗。你准备当狗吧。好险，只是烧到一脚。哎，走开。要睡回去睡。为了预防你看到不该看的，目前能做的，你就先扒着你的室友紧一点喽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一直被某人用各种方式骚扰着。骚扰？哎、欸，要不要碎片啊？我不要。吃一口。我不要。哎、欸，因为对手弃权，我们确定晋级。弃权晋级，你们在高兴什么啊？你们篮球队缺人，但你们成绩很差。小将是陆队。我？你不把他拉进来的话，下场比赛你不用上场。吃了我专程为你买的早餐，别忘了五星好评，等你进篮球队哦。干嘛？他总找各种理由在他身边晃。嗯，给你的。盯着他看，甚至有意无意的碰他。干嘛？应该算是一种表达喜欢的肢体暗示。哎，我不要！我的洋芋片。除了肢体接触，他还有说些什么吗？你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。那就对了，看了喜欢，想要一起，就等谁先戳破纸窗。队长，来人啊！
你真的很想我陪你进篮球队？嗯，和我在一起很舒服，想和我多一点时间相处。嗯，我有条件。我连之前都懒得洗了，为什么还要负责他的？我为了你进篮球队，亲手帮我洗衣服，很为难。哎，好了，顾不下，不要闹哦，不要管。我记得十一号不是有人了吗？怎么会给你啊？你喜欢灌篮高手，你是十号，我就只能是十一号。Nice nice，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你们两个默契也太好了吧。其实他嘴不贱的时候还挺帅的。认真一点，听话的小孩有糖吃。哎，张弛，你有看过这个吗？那些照片啊，在网络上完全炸开了耶。最近大家都在传张弛不下。喂，你跟江池真的在一起？都是你啦，你的动作太容易让人家误会了。我们是不是要解释一下？那你们是在交往吗？我们只是在一起。你为什么要那样说啊？会让人家误会加深。不是误会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冰块的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对人家没有意思，他干嘛自己贴上来？这是兄弟间会有的动作吗？到底是哪根筋烧坏了？顾不下，我这个人有点无趣，但我对一个人好，我就会全心全意。生日快乐。他好像是真心的，可是我你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说，我不喜欢被欺骗。我只是为了不想听见鬼的声音靠近他，这样带有条件的关系未免也太卑鄙了吧。所以你对他好是为了骗他进球队？你整天黏着抱着，手亲你你也不躲开，你现在要离家出走吗？真的很抱歉，让你为篮球队牺牲那么多。你是不知道怎么喜欢，还是不知道怎么说喜欢呢？我真的很笨，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不起。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你一定很好奇，我弟怎么会一直牵着你不放吧？在你不在的时候。他也得自己面对。只想你能听见我的想念，如野火燎原。我想要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或是我没注意到的时候，保护不了他。哇！朝你狂奔涌现，你听见了是吗？我终于懂了呀。无论发生什么事。只要你不走，如果听到情，我都不会离开，好吗？你要留我在茫茫人海里搁浅，在回忆孤岛苦喊求救，不想谁发现。只想你能听见我的想念，如野火燎原，突破所有禁忌界限，无际无边蔓延。你听见了是吗？
终于懂了呀，那句未曾对你说的话，如果听到请回答好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